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招募政社员两名，工作内容的话是在工厂工作，工作地址的话是大阪府的梅芳市，然后月工资的话是180,000日元卡拉，日语能力的话是 N3 以上的日语能力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看一下。公司的话是每周的13、51点和24、6日的13点，每天会有40会上以上的企业说明会，每天可以面试4到8家企业，面试结果当天就可以知道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公司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